看不出任何差别，三天看不到任何变化，七天也看不到任何距离，但是一个月后会看到话题不同，三个月后会看到气场不同，半年后会看到距离不同，一年后会看到人生道路不同。所以请不要再该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，走自己的路，为自己的梦想好好去奋斗，即使有人亏待你，岁月也不会亏待你，人生更不会亏待你。千万别假装很努力，因为结果不会被你淹死。大树桃怎么做？先把桃子去皮啊，切丁啊，拌一拌呀，把桃皮捡回来煮一煮呀，粉嫩的桃水会让桃丁快乐的跳舞呀，把锅看好，不然呵呵哒。哎呀，我有点说累了，自己接着看吧，做成小星星的也很好看呐，我要切了，哇 nice。